奥特曼变形盲盒也太帅了吧！里面不仅有神秘奥特曼卡片，有人还从里面找到了黄金水晶迪迦。如果你身边有怪兽，胸灯还会发出红色报警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什么？还能发光？可比我们之前猜出来的闪耀迪迦好玩多了！我得赶紧去网上买，要不然买晚了肯定都抢不到了。啥？最后一个卖完直接关店？现在的商家都这么虎的吗？不会是着急的接孩子放学吧？算了算了，成全他吧，直接下单。Later， 全部买完了，整整一大盒。不过我走了这么一大圈啊，都没有看到闪耀迪迦的影子，里面啊都是普通的奥特曼和怪兽，根本就没有我想要的。该不会又上当了吧？不管了，先拆吧。好多呀，足足有12盒，这可有的拆了。随便先来一个。哦，这一看就是胜利飞燕后翅膀翻转，嘿嘿，恢复原样。这里还有一些卡片和勋章，是加恩 Q， 还有一张吉德奥特曼的卡。这里还有刮奖区啊，切，原来就是个积分奖啊。没用，再来一盒，看看又有什么东西。好像也是一个飞船哦，这样翻转，翻转之后就变成了字母 A。咦，那我要怎么变成飞船呢？我的飞机头去哪儿了？原来就缩在里面，你怎么变缩头乌龟了？这样我又知道他是谁了，圣地神鹰28号。看一下这个奖，哎，又是积分奖，没用。哦，这里面还有东西，是一个收藏手册，全都是字母变形的。之前我们猜到了字母 A， 还有字母 W。重要的是，这里不仅有隐藏款，还有透明稀有版。更重要的是，黄金版。果然老板没骗我，这一下有的玩了。来，继续拆。嘿，哦，原来是字母 M。来，变形出来，还挺害羞的。继续。哦，这又是啥 W？ 刚才我们不是已经猜到一个 W 了吗？又来一个。就是不知道啊，这两款谁才是真正的 W？ 不过这个不用变形我都知道，它肯定又是镜子骑士。这个标志太熟悉了，嘿，过来喽！下一个出来吧，来，我们不看说明书，考考大家，这个怪兽是哪个字母呢？好好想想哦。不，抽起裤子，可爱的金五条出现了，还是继续拆我们的盒吧。哦，我的天，小伙伴们，它出现了，它真的出现了！哎呀，金色传说果然来了，全身都有亮晶晶的迷纹，而且还能变形字母 T。哎，就是不知道啊，它晚上到底能不能发光？关灯。哇，真的亮了，亮了！没想到它还是夜光版的，不好，能量不足，它开始变红了。这肯定是啊，我们给它白天晒的太阳太少了，导致它能量不足，没到3分钟就爆红灯了。应该不是视频里面说的有什么怪兽出现吧？啊，别吓我啊！我有奥特曼。除了这个黄金迪迦之外，我们还有一个黄金级的没有猜出来。加油！咦，黑漆漆的变形，哦，把头露出来，布鲁奥特曼。咦，这个啥？像一个蜡烛。这应该是26字母的谁呢？有点像字母 I， 把杰德的头当做小圆点儿，刚正好。如果放下来，哎，就变成了字母 U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算了，还是给它变形回来吧。杰德奥特曼终极形态，下一盒。咦，真正的字母 I 出来了，怪兽英贝莱扎。好丑，一条龙，字母 Z。龙头、龙尾、龙角，哇，这个龙让我想起来特里加奥特曼的那个战舰纳斯迪斯号，当时那个一出场我就觉得太震撼了，好想买一个回来。最后两个能不能猜到黄金版就看它了。哟，长了两个可爱的兔耳朵，变形原来是我们的芝顿怪兽，要有这么可爱，奥特曼怎么会打它？最后一个了，慢里慢里轰，加恩 Q， 可惜只是普通款，没有猜到透明款，哎，失败。如果奥特曼参加奥运会的话，他们都会选择什么项目呢？今天啊，陆姐又从网上搞到了一些特别的奥特曼盲球。据老板说呀，这里面啊不仅有好吃的，还能猜出来呀一些特别的奥特曼。据说呀，这些奥特曼都是参加过奥运会的，个个都是项目能手。这里面的隐藏款啊，还是一个抱着金牌的奥特曼，价值9999，全网都没有人猜出来过。今天我们就来猜猜看，这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奥特曼？不、哦。有一个大袋子，装的是奥特曼，还有一些卡片，这里还有个吃的，一个果冻，两个糖，而且是奥特曼的糖果，糖浆泡泡糖。爆浆是什么感觉？我还没试过。来看我们的奥特曼，哦，这里面是一些卡片，哦，奥特曼没有形态。哟，还有一个踢足球的奥特曼。要说会踢球的奥特曼，那肯定就是戴拿了，平时就喜欢把怪兽当球踢，那球技可是相当了得。我猜下一个世界杯的足球先生肯定就是戴拿奥特曼了，我们继续猜。哦，又出来了，嘿，迪迦奥特曼金卡，欧姆奥特曼，还有我们的一个举重型奥特曼。这个奥特曼胖嘟嘟的，一看手臂就有力量。如果参加举重项目，我们应该选迪迦呢，还是选泰罗呢？他两个好像力量都挺强的，就是不知道谁能拿冠军。看来他两个啊要赛一场了，继续。
一张 CP 卡，终极赛罗，还有个奥特曼，还是玩帆船的。这个项目啊，可是老花钱了。我估计啊，一般的奥特曼都没钱参加。那我想想，谁有这个实力能参加帆船运动呢？好像除了奥特之父之外，光之国就没有第二个人了。好，这父子俩玩得多快乐。下一个，一张金闪闪的卡 ，SLR 卡。好家伙，这也太酷了！后面还有 LGR 卡、欧布奥特曼、金剑选手。这个项目我觉得大家都不用怀疑吧，肯定就是我们的斯卡利老大，宇宙第一剑客，非他莫属，拿冠军真的是妥妥的。再来看下一个项目又是谁呢？先来看卡，一张 GP， 一张游玩，然后就是我们的奥特曼。哟，这个奥特曼玩篮球的，篮球运动员23号。这个项目啊，我估计你们都不知道谁去参加比较合适。今天啊，我就来告诉你们，盖亚奥特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呀，在盖帽的时候都会喊一句盖亚。赛文奥特曼，看他这个样子，好像是参加空手道的。不过这个项目啊，我并不推荐他。我觉得啊，还是奥斯超人比较合适。玩乒乓球的奥特曼，看这姿势还是挺酷的。不过这个项目啊，我觉得他们还是不要过来参加了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结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输给我们中国队。放弃吧，奥特曼，不适合你。都猜了这么多了，难道说包金牌的奥特曼真的就没有吗？来，我吃一口他的爆浆口香糖，长长欧气，大家记得点小心心哦。继续猜。两张废卡，一个奥特曼，78号奥特曼，手里面抱的应该是橄榄球吧，还是说棒球？一个头盔，这个项目大家觉得谁参加比较合适呢？这我得好好想想。先继续猜吧。打羽毛球的奥特曼，看这个视频，我觉得他还是多多练习一下为好，要不然啊，绝对是一个炮灰。保龄球奥特曼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保龄球是奥运项目吗？好像我还真没听说过。不好意思，你被淘汰了，因为没有这个项目。还有两个，赶紧猜。重复款举重奥特曼，最后一个了。冰球项目，这个项目啊，我觉得拖雷加最合适了，玩单板双板绝对能拿金牌，你们觉得呢？前段时间啊，陆姐在网上买奥特曼卡包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？哇，居然有论斤卖的奥特曼卡包，一斤纪念版也就是35包，只要18块钱，一斤豪华版只要40块钱，也就是说啊，你可以用平时一半的钱买到正版的奥特曼卡包。更有趣的是，他后面还备注了拆出的卡价值100块钱，这么一算感觉就是稳赚不赔啊。你们觉得这个是真是假呢？觉得是真的扣个一，觉得是假的扣个二。陆子姐心里面啊也是特别的好奇，这么大的便宜我们为什么不占呢？走，顺着这条网线我们就悄悄的给他买回来。一斤经典，一斤豪华，还有一斤混搭卡包，这个是最贵的，花了我200块钱。据老板说呀，可以拆出来绝版卡包，只要有一包我们就赚发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来拆开看一下。先来经典。还真有不少卡，是不是35包？我们数数看。这是什么卡呀？这也不是正版卡呀，怎么换了2包？这里还有一包，还有一包。换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卡包，正版卡只有30包，开局就坑。称一下，0.79，不到一斤。再加这5包，0.88，再加这盒子一斤，我的天！现在知道老板的一斤是怎么来的了吧？哎，还是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好卡吧，全都是经典版28弹的。我不知道啊，这算幸运还是不幸？每一包啊都可以拆出来 SR 卡，但是呢就是拆不出来 SSR 卡，而且啊这些 SR 卡呢还都是重复的，一对儿一对儿的。我感觉啊我还是当月老比较合适，这对于单身狗啊简直就是暴击。First blood, double kill, triple kill。这还不如我直接买一整盒呢，起码可以拆出来3张 SSR 卡，有可能还会出一张游玩卡，但是现在全都是废卡。接下来我们再看另一家网店的豪华版卡包。连盒子一斤1两，这家店还比较厚道，9.8，豪华版第26弹，遇到废卡我们直接过。出现一张 SSR 卡了，就是不知道能出几张。哟，了不得了不得，居然有幽儿卡，闪耀彻底家，这个买家还稍微靠谱点。长二，绿二，要不起。好家伙，又开始了，怎么没完了吗？你难道今天是情人节吗？一对一对的 SSR 卡，咋回事呢？这是 SSR SSR 又来一张，不得了啊！GP 卡虽然是一张怪兽，不过这个里面居然能拆出来 GP 卡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估计是卡上不想要的，所以给我塞过来了。
要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巧，全都是重复的，按对拆。他后面可是给我备注的能拆出来价值100块钱的卡，你们说这些值吗？不值钱，垃圾。最后一个卡册，呀，拿错了，这个是粉丝寄过来的快递。最后一个，哇，这么多卡，经典版5包，传奇版20包，黑钻版1包，洋面版2包，5块，100，赚你个20，赚你个60，亏了呀，拉黑，拉黑，垃圾。小卖部3元1包的奥特曼抽奖玩具也太好玩了吧，有人竟从里面找到了神秘4奥金币、雷杰多奥特曼，还有奥特�曼彩贴，集齐12张就能兑换1000元大奖，这也太神奇了吧。1000块钱骗谁呢，我猜这个视频啊肯定是假的，我这么大呀，我从小卖部里面最高也就抽中20块钱，这家伙能轻轻松松的中1000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肯定啊，又是小卖部老板的一个性骗局，我敢打赌啊，这个帖子啊他肯定凑不齐，不信走咱也去买一版回来，能集齐我大力支持，小伙伴们买回来了，整整一大版，里面啊一共有20包，看这个介绍啊好像还真有黄金版的奥特曼1000纪念币，现在呢我就随机给他拆一包，看里面啊到底装了啥，就你了，拐角处肯定有好货，不、哦，哇，第一个就拆到了金闪闪的奥特纪念币，果然漂亮，背面是什么，比特币，哎，难道说这个还能流通，是不是我想的有点多了，还是看看这个贴纸吧，杰德、加古拉、格罗布，上面还都有编号，看样子是可以贴到上面的，上面写了集齐19到36号贴纸中50元啊，才50，视频里面居然和我说能中1000，这不是明摆的坑我们吗？我买这么多就花了60，他才给我50块钱。刚才拆到的3张贴纸，编号都不在里面，连50块钱都不让我中。哎，算了，还是继续拆吧。如果能多中几个金币，那也值得。到时候我们就挂到网上，卖他1000块钱。哦，萝卜奥特曼的银币，看起来还挺帅的。剩下还有3个贴纸，11、12、22。哎，又变了，这个集齐01到18号也能中50块钱。没想到还有这么玩的，也就是说1到36号都有钱，这下中奖就有希望了。下一包开，哇、哦，金币金币，又是雷欧奥特曼，就不能给我来个赛迦吗？46和39，哎，完全没用。下一包，哦哟，泰罗奥特曼银币2张贴纸，23和22，又凑齐1张了，继续。泰迦奥特曼41、51、46，没用，再来。雷吉多奥特曼神秘四号，哇，神秘四号的肯定都是稀有款，绝对值钱，到时候我就卖1000，绝对有人要。这3个贴纸一点都没用，再来。看牙，这2张有用，一个是01，一个是02。下一包，捷德奥特曼44、43、53，根本没用。银币泰罗奥特曼没用，哎，没有金币和银币，就3张贴纸，还都是靠后的。艾克斯奥特曼金币没用。维克特利奥特曼27和28，这2张有用，只剩下最后8包了。可是我们的贴纸还有这么多没有完成，看来这次50块钱肯定是赚不到了。虎眼艾克斯3张贴纸里面，这2张可以用，加油！一个银币是银河奥特曼，这3张贴纸居然都有用。哟，泰罗奥特曼，哇，这3张都有用。捷德尊皇形态25号，托雷基亚30号分马，还落了一个35号，最后4包，没有银币也没有金币，但是这3张挺有用的。罗索奥特曼，现在我更关心他的贴纸能不能凑齐，15、08、19全都有用，兄弟们看着马上就要贴好了，最后2包，罗布奥特曼24号、31号，哎呦，这一点都贴满了，小伙伴们还有希望啊，背面只剩下了4张，这一个小手册还差的4张，也是所有的希望就在最后1包了。哎，大哥，你怎么只有1张啊，没了这就。哎，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？编号还是41，根本没用，最后只差4张，我就可以回本了。不行不行，我得再找找，不会是哪里遗漏了吧？找到了一张34号，赶紧给他贴上。瞧这一个，只剩最后3张了，还有戏，还有戏。还是没找到，太可惜了，我感觉啊肯定是这次买少了，最后50块钱我们没有赚到，我觉得下次应该多买点，要不然怎么能把我们的100块钱赚回来。